喂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开箱啊，咁啱啱行完楼梯，等我索啖气先。咁啊，屋企有啲乱啊，其实因为两只猫咧，基本上咧，我成个门口呢个位都俾佢玩嘅，佢玩啲垃圾啊嗰啲咧就唔理佢噶啦。咁啊，我哋开箱先。以前我开箱咧，阿 B 都会咁样，即系大家都记得我啲片啦。但凡开箱啲猫咧，就会好好奇，到底系咩嚟嘅咧？咁啊，讲明先，淘宝啦，唔使讲嘢啦，系嘛？我咪是中国人嘛，即系而家呢个年代，边有 YouTuber 够胆开淘宝啊？系嘛？但系啲 account 啲手机 game account 又咪淘宝？呢个咩嚟噶 ？cosplay 吓 ，cosplay 专门店点开啊？哎呀，我而家又单手揸机啊，所以系。但系依度我唔止一样嘢，我仆街又俾漏咗我啊！佢俾漏嗰本书，我定系哎呀，点我就奇怪少咗啲嘢啊，应该，因为佢我系另外订咗本即系日文小说嘅，但系佢冇俾啊，阿 B 行开啲啊 ，B 点开啊呢个？一开，哎呀，先唔识开啊先，年纪大啦，阿 B 搞到你啊，把铰剪行开啲啊，整到你啊 ，B。哇！屌，原来单手开箱好难啊！你话点解唔 set 机咧？我冇呢啲器材，即系我呢啲九流湿鸠 YouTuber 咧，揸住部 iPhone 喺度拍，都好难开啊！屌你单手，即系同单手打钉就唔系好难啫。呢个就等先啊，等我等。你吓吓得净一本 ，OK？ 吓得我，我以为佢，因为我明明系集运啫嘛，等先。呢样就八卦几几后宫嘅，到底咩嚟嘅咧？其实冇嚟打讲实，屌！即系如果你有睇我直播，你都知系咩嚟啦，应该系嘛？我话睇套衫，你知唔知系咩？有冇人知道？佢嗰间嘢叫三分网上，我睇过，应该系唔知咩，一系就去嗰间唔知乜鬼猫。咁我唔拆啦，因为一拆咧呢两只猫咧，基本上咧里面啲配件应该渣都冇嘅，所以我都唔知点样安放呢套嘢。咁我就系为咗即系要着呢套嘢，就要减肥啊，要收肚。其实都系一个诱因，因为我都觉得自己肥一滞啦。我唔想变成世界咯，我唔想成为我讨厌嘅男人，所以我决定要减肥。咁呢个就系佢套衫，剩下咩嘢咧？呢个假发，啊呢个假发嚟。因为我亦都唔是大，因为我如果因为大家知道中尼咧后面有条边嘅，呢两只猫咧一定唔会放过，系咪？你又知啊？好得意啊，闹条仔叫咩 ？B B， 咬我，睇下你咬我做咩？你睇我只手基本上一条二条嗰啲伤痕。你又只闹条仔系乖啲，闹条仔好少搞喎。呢只死女咧曳到真系癫。好嘛，大家见到噶嘛，期待睇我到底。減肥成功之後會唔會著到呢套衫啦？嗱咁啊，其實呢套衫咧，佢就淨係包嗰、那個外套內呢件底衫啦，跟住條褲同埋一啲 pass， 即係咩神之眼。但佢就唔包對鞋，我睇嗰對鞋咧要另外買啦，打次先搞啦呢、這個。同埋咧，即係佢嗰個佢把矛啊，佢把唔知唔係專武嚟，佢把矛又係我會另外再訂啦，遲啲係啦，都係喺淘寶噶啦。咁啊，唯独是佢手上面嗰个叫咩？特嗰个魔方块咧，嗰嚿嘢我可能要自己整，我搵唔到有。咁大致上系咁啦。呢本咩嚟嘅咧？同大家睇睇啦，一本幼稚园嘅小说，等先。屌，好难开，你知唔知单手？你知唔知单手开箱好难开？哇！我惊我想剪烂，应该剪烂咗啊！你等我放低部电话先，唔多顶唔顺。我谂佢就有个黄色纸袋包住啦，我睇下咩嚟先啦。OK， 咁啊系一本，呢个读日文人都知啦，一本初级嘅小说嚟嘅 ，Mina san， 啊 ，Mina no， 日本歌初级吓 ，Shinichi， 跟住佢就有啲咩？点点点，
呢只猫佢睇好乖，猫猫黐一 B 啊！你阴公，点解奶又仔啊？好重啊！呢只嘢咧，呢只3.4公斤，奶牛仔屙屎，奶牛仔系4.1，拍奶牛仔屙尿先。佢有时咧兴奋起时候，佢会射啲尿射到埋边嘅。正常情况下，佢啲尿就向下，佢咁嘅姿势咧就屙尿嘅。如果佢啰柚趌高咧就屙屎。佢因为如果佢哋屙屎咧，个啰柚会同啲猫砂有少少距离，等啲屎跌落去嘅。哇！啲开箱片一拍猫屙尿，嗱好有手尾啊！其实我之后想拍条片咧，讲下咧，即系如果你啱啱配完，有啲人新养猫咧，两三个月大嘅猫咧，佢系有机会会赖尿，因为以前咧赖牛仔又系喺我张即系赖过3-4次尿啊，真系好冇手尾。系啦，咁我发觉原来真系咧，即系猫公咧，可能细个时候咧就会比较容易赖尿，大家唔使担心。即系奶牛仔都系咁，跟住佢而家大咗之后，佢就会识屙尿。呢只曳到，呢只真灾星托世。有啲咕咕声喺度，我唔使钱嘅任务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其实今日主角系呢套衫啦 ，OK。咁啊，系啦，唔着俾大家睇住啦。咁啊，大家期待一下我修身成功之后再试啊。咁啊，同埋呢个假发，假发我自己会偷偷地试下戴。系啦，咁我哋条片嚟到先，拜拜。